最近好多患者都和咨询如何治疗有口气、口腔异味的问题，但是好多人都不爱喝中药，这个就比较尴尬了。从我个人角度，我还希望可以辩证的喝中药治疗，这样效果更好。那今天和大家就说这样一味中药，白芷中医运，口臭多为胃中有湿浊引起，白芷能入胃经，可以芳香化浊，治疗口臭就选之。口臭的患者取一味白芷，研成细末，饭后以白开水冲服2到3克，每日2次。